哇！上工時間4:16，我凌晨冇拍 BF4，你叫我琴日玩完4，玩咗3個鐘頭，查實我只係玩咗2個鐘頭7個字，2個鐘頭7個字，理論上應該係10:00幾。我收機點解咧？因為我琴日，喂，我琴晚，你記得我講過，我左腳個腳腫啊嘛。於是我琴晚就去醫院。咁首先10:30就去附近嘅醫務所。咁大家同一啦，間間醫務所都係8:30。唯有去天水圍醫院。我都好似係，我第一次去嗰間醫院。天水圍醫院係2017年用嘅，等到凌晨2點鐘先至到我嗰個診症室嗰度，跟住同嗰個同一人講話：，哎，我腳腫，後屘照 X 光，照隻腫多隻嘅 X 光之後，佢講咩咧？照完 X 光之後咧，咁你只腳嗰啲骨就冇事，咁就。應該是你跑步的時候摩擦那個枕的位置，跟住搞到你有細菌感染腫了，跟住就開一些藥給我吃，抗生素那些止痛那些，還要我那時候體證呢2:45，那我去拿藥，一攞完劑報，一攞完劑報咧3點鐘就唔俾攞嘅，要攞嘅就係4點鐘凌晨。我2:54去攞，攞完之後翻屋企3點鐘出到醫院口，假地講我醫院就已經好咗。好咗5個鐘，唔係講笑。一路嘔嘔嘔，醫生同我講啊，你就唔好做運動劇烈，或者你行路都唔得。咁啊，甚至個可以話直接啲就話，我唔可以行路，我唔可以行好多路。簡單嚟講咧，我著鞋咧，
咁佢話：你只腳，你只軍冇事喎。但係咧，佢講咩咧？唔可以篤穿佢針。如果篤穿佢針，就反而令到啲細菌入到去。咁但係我著鞋咧，可能逼到個針可能爆嘅，所以就著得有啲應該出唔到街。所以呢個時間，你呢段時間四點六點，你其實我應該係出去跑步啊嘛。但我唔出得街，所以呢段時間可以做咩？打機。呢段時間我可以瞓覺或者打機，都係我得打機純粹，即刻打。三點鐘凌晨三點鐘出到天水圍醫院，執下曬。我都係第二次夜翻，你呢個第一次就係2016年嗰個元旦，我再影。睇完個煙花即刻影車，影到三凌晨三點七先翻嚟，最夜呢次第二夜，截的士，咁我又發現一樣嘢，咁沿途都冇乜人，只得幾個，咁當個的士經過個天上公園對開咪個行車嗰個線嘅，好似記得疏疏啲個數。在天水醫院噴水池嗰度跑緊步，我唔知係咪佢，但望個動作應該係佢嘅，好大機會係佢。應該是拖鞋腳咧，望到個跑步動作已經知道，成日天水公園淨得佢一個跑，望到嘅。翻到屋企三點十一，冇乜人咧，得我哋兩個。唔係啊，佢話叫我食咗一個禮拜，咁留喺度咁簡單嚟講，留喺度一個禮拜，留屋企一個禮拜唔出街，佢哋就可能索性當我失蹤啦。我都係玩讀，我依家玩完事都玩件事。我咧琴日玩得幾 round， 跟住就即刻睇醫生，等睇咗醫院，等勁鬼死路。等你幾耐先？我等咗5個鐘頭。啲骨冇事，好彩冇感染到啲骨。